各位同心，今晚要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然后这节课由我们潘良华潘议长为我们带来的演讲，请大家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真欢迎今仔大家哈，会当做伙来遮研讨咱台湾民政府对台湾的一寡法律的论述哈。那么，首先先恭喜恁大家，吼，有这个机缘，有你的亲戚朋友会当给你介绍咱台湾民政府。那么，伫你毋捌来遮上课之前，咱大家拢受国民党啊，伫即七十年来党国教育的教育吼，拢甲恁教一寡假历史。吼，像咱拄仔秘书长咧讲，十月二五毋是台湾共和日吼，迄天只是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的军队代表联军来占领台湾俩，迄天号做军事占领日，毋是光复节。所以光复就是讲，你的领土用占去，啊，你即马佫甲拍赢占倒转来，毋知叫做光复。但是咱毋是啊，咱是日本的大日本的台湾，咱是用占领去，啊，那叫咱讲迄天号做光复节。所以咱秘书长头拄仔讲，日本明治天皇在1945年4月7日，把明治的帝国宪法在台湾实施，迄天才是正港的行宪纪念日，不是愚人节。啊，咱即马愚人节甲改做10月25日。那么我即马已经甲今节假日哈，节日中国的节日我拢甲改。譬如讲，我过年是拢过西元的1月1日是过年，这是跟全世界同步哈，大部分哈。日本明治维新，人伊嘛是过新的国历的年哈，唔是咧过呢，或者农历年，无啊。过去受汉人的影响，拢过农历的什么过年哈，爱伫英语来讲，或者中国年，哈、哦，迄是差不多中国人，受中国影响的国家，像越南，哦，伊即款来咧过年，全世界拢咧过新历年，啊，中国人、中国血统受中国影响哦，咧过农历年，所以人中国是西洋人，人咧过时，拢咧休困，啊，咱受了中国血统咧，咱要个咧拼经济。我啊，但是电话要联络，人外国人拢休困，你要接订单，你要甲咪联络，人拢咧过年，因头为元旦节就开始休啊，吼。啊，咱人咧休困，啊，咱咧拼，啊，拼无落来，因为人拢咧休困。啊，换咱咧休困的是，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咧拼经济，所以咱浪费了不甲要一个月时间，吼，前前后后。所以，顶礼拜4月7日，因所谓清明扫墓节哇，以前因为阮爸爸要伫个时，我定甲建议讲，咱卖即个时间扫墓啦。即个时间，我伫吼高屏地区，迄个时阵足够落雨，啊，若无落雨是热甲要死。我咱头袂改吼，算。春天的时阵，哈，开春的时阵，灯要亮的时候来扫。拢无啦，这都新的无色，旧的无变，好，等下一定爱叫四月七号去讲。即马，阮爸爸3年前过用了，我就改啊。我即马就农历的1月1日，我去讲伊个扫亡。啊，这真侪人可能也无法度接受。但是总是啊，有人开始做安尼吼。那么我看真侪客家人，伊嘛是伫即个农历春节咧扫墓，因为呾迄个时间嘛真侪人有休困啊，
亲族的人都会回来嘛，哦，所以我那天跟扫墓节，哦，那么我也没在过中秋节，也没在过肉粽节，哦啊，所以希望大家看法改变，哦，我们来跟全世界来同步，哦，不要受中国系统和民族的影响，哦，那么在这里我要建议说，我们秘书长有很辛苦写很多有关台湾的书，那么最重要的一本叫做《新台湾论》，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要来买一本来看，因为不可能说来这三天两枚就一定把台湾的近代史，台湾的一些法理的主权地位的真相说得很清楚，那么你可以看那本书，那本书我们跟何清是台湾民政委法理论述的这个像圣经那样的那个地位，因为大部分台湾的主权地位的真相，然后那本90%都家里来的，那么秘书长要出十几本册，哦，那么这本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哦，那么第二本册我要建议大家要买来看，就是二十八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派驻在中华民国住在台湾这边的这个吼，这个领事馆台北领事馆的一个官员，叫做乔治科尔，伊所写的《被出卖的台湾》，被出卖的台湾，这本书你嘛一定爱看，因为呐，这本书写个人客观的眼光来看，迄阵二十八事件前因后果，啊，甲一寡真相。因为你若讲台湾人写的，你可能哎，台湾人拢写个台湾人较偏，好，哦，人写的，你也就是讲啊，这都拢写的偏中国了。那美国人写的较，那么迄本册你呐？我都回头看到尾，我就讲你有那真有耐心，真会肯定，心中有够用。因为我迄本册我买来看，我差不多看，唔到四分之一吧，我都看袂落。我就讲已经够了。台湾人受国民党的这个糟蹋，国民党军的糟蹋，吼，哦，这个深仇大恨，我讲这将来转型正义，哈，哦，那不个。好啊，算一下吼，这台湾人一口气我都吞落去吼。过来，我这本册是全世界上畅销的吼，出版的国家的语言上侪版本，销售量吼，就是出版量也上高的，这叫做圣经吼。那么我也推荐这本就讲。你包括你美国人选总统，总统若要就任，拢爱手按圣经来发誓，就是讲，就如伊讲，按照圣经上面上帝的教训，哦，来为这个国家服务安尼。表示这本圣经不哩啊重要。啊，你甲想，因为我有一天咧想，迄时阵啊，欧美的人，伊的国家哪会拢遐进步？遐文明，科技遐发展，哦，尾后我体会讲啊，原来因拢相信这本圣经，包括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么小，土地面积差不多不够台湾的，给差不多台湾三分之一强，啊，因的人口差不多800万人呢，但是你看伊这個国家这么小，但是因遮强，用遮发展哈。一个回教的国家吼，无多加吞那个并吞起来，就是讲，因以色列第一个吼，他号称上帝的子民，哦，哎，这个圣经嘛，是因为有以色列这个民族哈来发展出来，哈，都是这，一寡先。那么全世界出版上最。这本册拢无，
咱拢无去甲了解，即足可惜。即内底一定有一挂真好的智慧，吼，一定互咱一挂启发。哦，是那以色列、美国也遐信道，就是以色列人，无你讲伊做生意，迄、那个生意头壳，吼、哦，犹太民族，伊掌控华尔街这个金融哇。美国的经济命脉都由以色列犹太裔的人掌握掉了，所以现在美国在联合国都会挺以色列啊，以巴战争是吧？跟巴勒斯坦这些战争，吼，还是无论是加沙走廊，美国在联合国都会挺，就是以色列伊的，包括因的无论伫金融，啊，伫政治上，包括这个。这个美国的大法官，大概历年来你甲加起来甲算起，占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以色列迄、那个犹太裔的，都包括诺贝尔奖，犹太裔的犹太民族，因的人口可能占千分之三哈、哦，犹太民族占全世界的人口差不多千分之三呀，但是伊刚摕诺贝尔奖摕五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另外0.3%的犹太裔的民族刚摕20%的诺贝尔奖，啊，你就知影讲这个民族真厉害。好，啊，这有啥物原因？我不要想就是讲，伊是有迄本圣经啊。哦，所以这一定有真济足有地位的物件伫内底吼，值得咱去探讨哈。哦那么，咱今仔我来进入我的主题。我的主题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啊，你干那看位置个看，你就知影讲，台湾就是无正常，所以较需要正常化，嗯，对不对？嘛代表讲，咱70年来迄个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教到咱读个拢内底底个全笨死，全读书。所以大家都笑笑啦，不正常，所以咱来学台湾正常化哈。好，那么我叫简报系统来讲哈。那么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来简单来做一个小概哈。来，1895年甲午战争了，大清战败哈，所以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这下关条就是。因中国人咧讲个马关条约，哈、哦，所有的大部分的国际条约拢是以地名，伫对来签，就讲迄个地名。好、哦，甲午战争大清输了，因伫下日本的下关签一个下关条约，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合法的从大清皇帝取得台湾跟澎湖。你看，只有签一个两个国家签的国际条约。但是中华民国的历史跟我们讲，日本窃占台湾有无？讲日本是用偷客甲台湾，不台湾偏哦，这大地唔知变哪偷客吼。但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第二次世界这個导航嘛哈，然后7年后签一个旧金山合约哈，日本在1952年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但是主权台湾跟澎湖主权还在日本天皇手里。啊，这里要注意，一个叫做主权所有权，哈，一个叫做管辖治理权。那么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这两个位阶不一样，哈，日本天皇。拥有台湾跟澎湖的主权，包括整个大日本。那么，日本天皇把伊的土地交予首相所组成的政府，所以政府是拥有管辖治理权啊。啊，怎么日本政府是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简单来讲。民间土地啦，哈，比如你有一家地土地，啊，我给你租1年10万，啊，我给你租5年，我交50万交你，啊，咱伫台书呀签一个合约书，
哦，我给你做五档，这五档，你等于就是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我潘良华要带电管种什么水果、山啊，乃至香蕉，就在我种。啊，咱前面用迄块土地无变无过户嘛，嘛是要你的名，对吧？所以日本政府那跟他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就跟他讲。伊跟他放弃地上权啊，无过户给啥物人嘛？迄块土地嘛是还阁是本天皇的，啊，我给你租迄块土地无过户嘛是要你的名。比如讲五年到，你无爱阁租我，你就阁收回管辖治理权。那么到现在，日本政府还没有收回管辖治理权，啥物原因？就是因为战争在还未行清楚。吼、哦，迄当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去打美国。和美国的美国兵死去，飞行机载落来，船啊沉落，这些损失爱赔啊！就爱到去奇袭珍珠港，为遐开始的哈、哦。所以，隔天这个美国总统伫国会，哈、哦，美国会通过授权和美国总统宣布对日本宣战，哈、哦。好，所以家己嘛。日本天皇还拥有台湾跟澎湖的主权，无过户给中华民国，嘛无过户中华人民共和国。抓头抓尾，这两个国家拢无台湾甲澎湖的主权。哈、哦，好，过来。所以目前台湾甲澎湖还个是主要占领全国。即句话主要占领全国是旧金山合约内底吼第二十三条所讲的。还个美国军主占领中间哈、哦。那么即马因为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依照台湾关系法，委由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要搁咧给咱代理管辖当中，哈、哦。所以较近，要搁中国人，中华民国咧给咱管，这个流亡政府要咧给咱管，哈、哦。好，这基本的一个概念先了解，哈、哦。好，进入第二个主题。台湾主问题，台湾有足侪问题，就是因为国民党来了，发生足侪文化上、吼、哦、人文上、吼、哦、啊生活习惯，咱足侪拢都要改动去。尤其真可惜，就日本政府来台湾，甲咱管五十冬，已经让咱台湾人脱胎换骨。哇！啊，即马过后遐三流的中华民国来，佮管一个佮糟践伊啊，错伊啊！哈、哦，首先真重要，就是讲。咱要先了解咱到底是什么人，因为你若无了解你家己，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国籍、什么民族，你若拢无了解，你会认贼做老爸。即马真侪台湾人，你看2300万，那总统大选吼，你望总统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咱2300万甲当作纯的中国人。2000万的本土台湾人，而咱2000万选出去300万人呢？啊，这什么原因？就是咱头壳向教歹呀，伊甲咱教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无？咱是日本的台湾人，还有教甲变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嘛，还是中国人？你会记，我会记，阮较早学校迄个本迄个作业簿。后壁变过来，拢有写着“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啊？学好诶，吼，今天有吗？哎呀，我记迄阵拢有写这条嘛。啊，我想讲，我都爱做因中国人，他堂堂正正，啊，若做台湾人，拢起起错错。好、哦、啊，所以伊拢用这款潜移默化，讲做台湾人是做。低级的歪歪错错的，都要做中国人，较高级、较尊贵安尼。啊，所以做者台湾人就想啊，来做中国人，较官一级的款，吼、哦。因为中国官主管拢中国人在做，台湾人上过做个副主管，吼、哦。好，啊，咱来先来了解咱是啥物人，先了解者，咱是对一族的，吼、哦，咱。那么在台湾本土台湾，我先给分两大族群。第一个，中央山脉以东的这个哈、哦，
这土黄色这里哈，这个高沙原住民族哈，高沙族，咱过去拢会讲三地同胞，是吧？啊，即嘛因改讲就尾啊，因咧抗议，改做原住民族哈，讲因原来住伫遮原住民族。好，啊，过来就是西部平原遮叫做平埔族。那么高沙过去，咱讲有高族，唔啦，其实即卖已经十六族啊，哈。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承认有十六族。那么西部平原遮，咱的平埔族嘛有十几族，啊，较有知名度的、较大族的，有头十族。好，咱对宜兰遮开始看，宜兰遮有克马兰族。有一个克马兰客运，好吧？啊，你走卡巴兰哈。好，那么台北市遮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就是阿扁啊，两千年选到总统了，为着要纪念凯达格兰族，把总统府头前迄个介绍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啊，所以即马若要去抗议、抗争，拢会伫凯道遐哈。好，过来咱桃竹苗遮有一个。道卡斯族，哈，道卡斯，过来中部，包括苗栗，一部分苗栗、彰化、台中、甲南投，遮有三个族群，哈，伫遮咧活动，哈，有一个巴子海族，哈，巴仔，佮有一个巴布拉，佮一个曼布萨，哈，因这三族伫中部咧活动。那么其实，佮有一部分伫这个南投迄个玻璃。叫格哈乌族哈，格乌哈，哎，格，啊，你咁遐个人，哦，格哈乌族，哎，啊，但是这个内底无写哈，好，那么分林甲嘉义，则有一个红安雅族，哈，啊，过来，台南地区，则有一族平埔族上大族的，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哈，那么其实西拉雅族各有两个支族。好，其中一个就是，2009年八月七八，哈、哦，莫拉克风灾，灭村、小林村，迄、那个叫做大满族啦，哈、哦，大满族，哈、哦。啊，另外个一个支族，就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啊，这个马卡道族以前嘛无人写，哈，像这个岛内底都连马卡道族都无，哈、哦。那么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啊，吴敦义，哈，拍牌，哈，选到高雄市市长，啊，伊为着要纪念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所以伊伫这个纵贯铁路，哦，这纵贯铁路边啊开一条叫做马卡道路，咧纪念马卡道族，啊，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哈，啊，我会当给你介绍一个纪马卡道族。的方式，哈、哦，就是，你我讲了，你一定记得开。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好、哦，安尼，你来记啊，哈、哦。啊，火车哪来，龙来包死的嘛，哈、哦。马卡道族，哈、哦，这条道路叫马卡道路，马卡道，哈、哦。啊？马嗡嗡，马嗡嗡是啥？我唔知，哦，好啊，你爱查，我唔知，哎，好，过来就是讲，那么这张就较新的这个台湾族群的分布图，哈、哦，啊，你做嘛？这个男女这个达悟族，哈、哦，啊，这个在这个高屏地区、较山区这边，哈、哦，包括一部分台东这，吼、哦，鲁凯族，啊，加。台东的卑南族，好啊，这个台中纵谷叫有阿美族了哈，啊个泰鲁格族，个萨克拉雅哈，火火族啦，啊泰雅族哈，这只是这种这边拢属较高山民族哈 ，OK。那么详细呢有两个族，啊这种几百个呢，就是一个卡纳夫这族啦哈，啊一个拉阿鲁瓦族。这拢无到一千人，
啊，是安那这两个字，头半年前内政部通过，啊，等到西拉雅族哈，这个西拉雅族无通过，那因为西拉雅族百几万人，啊，即目前高沙原住民族中华民国内政部承认的吼，加加来无超过60万人，啊，这个饼就遮大块尔，啊，你即马哪个西拉雅族百几万人，甲通过好加入来？啊，给百几万人要来分这块饼，啊，这高沙民族一定无欢喜，搞不好个，去翻刀个背起来，个要出头啊！吼，所以内政部中华民国内政部唔敢通过哈。好，过来你是唔是平埔族？其实咱台湾85%拢全平埔族好伊较济哈，是唔是平埔族？你把你的手弯起来哈。你这个手指哪有一条凹痕的哈？这个就是平埔族的特征哈。另外一个是特征，就是讲你把你的脚尖卡，啊，上尾啊，迄个上细肌咧，肩胛脑闭损呢，迄嘛是平埔族的特征。啊，过来从风俗习惯，你那习俗哈，嫁娶无顾坐大位。你老要过迄个风俗诶，迄嘛是平埔族诶风俗哈。妈妈诶，哥哥还是弟弟，爱来坐大位哈。另外，妇女呐怀孕生囝了，做未来，那食麻油鸡酒，即话呐平埔族诶风俗之一哈。啊，过来习俗，会特别人请人。哦，这嘛是，现在爱食台湾人也爱食槟榔，这就是因为早期台湾岛吼，拢是瘴疠之气，啊，空气阁作湿的，你知影湿就会发霉吼，啊，然后动不死去，爱产生一下菌，有空气中的有潮湿作个生菌，所以这个瘴疠之气真重，啊，台湾寒天作冷。湿个冷湿冷，台湾啊，比如伫12月份，咱家那比如哦寒流来5度，你看比同迄个时间你去东京嘛是5度，但是你东京5度感觉袂冷呐，东京迄款冷是干冷大。我会记咱家4年外前，2011年1月15日，咱原来。算第一期的，迄阵日本人马来西亚受训，迄三个我看那五，那你该迄个六度，干到安尼，揪到一只那虾啊呢，啊面啊安尼吼，嘴唇敢那拢乌去，讲奇怪，讲啊咱的农场主人吼，关键你也迄个电热器有无，啊烘，我想，我其实讲日本人因为因。不是遐拢会落雪吼，因已经作下堪哩寒，结果因袂堪哩咱台湾即款湿冷湿冷，讲这寒到位骨头落安尼，惊寒到骨头会疼呢。吼，啊，这就是因为湿会降啦吼。这看我较早过去的印象，讲我叫伊讲日本人唔惊寒，结果因来到台湾哩袂堪哩。啊，台湾人变啊御寒，直接湿冷的冬天变啊食槟榔。那槟榔哦，我嘛捌寒天朋友请我食，我平常时我就拢无咧食槟榔。啊，食了吼，真正外套衫真正真正烫，佮流汗。寒天哦，迄阵头往那7-8度安尼咧，啊，迄就是会当驱寒，槟榔会当驱寒佮驱虫，哈。啊，所以早期台湾无啥物医药的时，往那靠食槟榔过这个寒天，哈。那么。母系社会是平埔族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特征。妈妈做虎长啦，是中国人大清来管台湾，平埔族迄个大清安尼一直甲同化吼，到尾也甲父系社会别个顶管，吼，算无以前是母系社会啊，吼。好，来检讨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好，拄啊，秘书长讲个，好，1990
四六年一月十二用行政命令，把所有的台湾人拢变更国籍为中华民国国籍。中国人做个骗人，因一日来台湾都讲咱回归祖国的怀抱，是吧？啊，台湾人都往那戆得好骗呢，哦。本来咱是战败国，咱大日本的台湾，日本战败就是台湾战败嘛。啊，美国的麦克阿瑟用一般命令命令，就应该就派一个部队来接管台湾。啊，因一日来吼，啊，咱就足惊惊哦，啊，占领军要来啊，咱台湾人唔知变哪有糟蹋。结果一来，好，陈诚一来讲，边讲讲，台湾的同胞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哦，啊，回归祖国，中华民国，啊，一边战胜国，啊，本来战败国做秘书的啊，哦，咱是战胜国，大家拢跳过，就像头拄我讲，咱本土台湾人2000万，其中有1000万，就拢许个价格变我与中国人去啊，咱就是安尼样。骗你，台湾人短视近利，刚才看了眼前讲啊，那边是战胜国，大家拢要跳过战胜国。好，那在1952年哈，就话台北合约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哈，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生效迄一天，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看中华民国流亡来伫台北的中华民国伫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啊，伊第十条讲，来，咱来看第十条，伊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该受益，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及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以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甲澎湖居民。甲整属台湾甲平和的居民甲伊的后代哈，不只你甲看，顶完写三个台湾平和，太奇怪啊！遮了台湾澎湖，啊遮台湾，啊搁伫咧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即个咧讲咱本土台湾人，头前个哈先卖关，过来伊头前讲一个四位。咱本来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咱又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啊，你想，卖叫做台北市长的时，咱的高沙原住民族伫个大汉溪的河畔，迄水川迄落水里地啦吼，河川地起一挂违建，那卖叫派人要去甲拆掉，吼啊，原住高沙原住民族起来抗议，卖叫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有，他们即股作梗诶！咱用视为，我把你们当中华民国国民看待安尼。其实咱唔是，但是伊甲咱暂时当作是，所以咱真正唔是啊，咱唔是中国人啊，暂时被视为哈。卖就讲，我把你们当人看，佮还要把你再教育我。伊个心内就是你唔是人，我给你，你只高沙原住民是唔是人，我给你当作人。啊，底只讲款，恁台湾人唔是中国人，但是我给你当作中国人来给你管安尼。好。那么现在咱台湾人无国籍，哈，这是19，咱无国籍这，这个，咱2000年10月20日是咱。林志坚秘书长控告美国，哦，那个美国联邦那个地方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籍，就是按那为这原因来。好，你来看，在1952年初，旧金山合约生效前，日本的法院取消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好，安尼日本国籍判决啊，哈，安头拄个第十条，台北合约第十条，咱。暂时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啊，迄日本政府去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签的。但是你来看，1972年日本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所以因为安尼断交了，跟中华民国断交，逃出来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咱本来直接判给日本国籍，去摕到中华民国国籍嘛哈。咱逃出来本来有一个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摕到，改做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中华民国国籍直接去判给啊。所以咱阵日本籍也无，中华民国国籍无。所以咱去控告美国的是美国地方法院、联邦地方法院判本土台湾人无国籍，你看，啊，这叫讲天大地大的代志。但是国民党足厉害，全面封锁所有的新闻，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电视拢封锁，所以一百个无一个台湾人知影，啊，无到一个知影。那么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倒位，要安怎恢复？当然，咱的潜在国籍是大日本国国籍嘛，要安怎恢复？好，这有一个琉球返还模式。琉球伫1945年四月初，你注意个，注意四月初迄天哈，发生两件真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就是日本天皇以前好发布。那个日本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后，台湾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好，啊，伫1945年四月七，太平洋战争拍到第当日，迄阵呢，尼米兹上将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伊传了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把琉球占领起来，吼，把日本军打败。那么琉球迄个美军占领了，冇成立民政府，哈，琉球民政府。那么伫占领一直到1969年，日本政府迄阵已经复兴啦，吼，都重建拢好啊，啊，工业生产做者好个物件，俗无好用，销全世界，开始有趁钱。那么日本政府。就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我要赔你偌济钱，你可要甲琉球还我？啊，美国甲开偌济？这就是战争债。昨半夜我呐，为高雄来遮，吼，高雄做小咯，啊来遮不值得喊了。啊，寒流我就气更就开始不舒服，啊，有一个空气歹哈。那么佮开3亿2000万美金，日本政府佮这条钱拨予美国政府，按签一个叫做《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美国政府佮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拢还予日本。啊，你会想讲，嗯，啊，钓鱼台是咱台湾的呢？无毋对，钓鱼台咱台湾的，因为钓鱼台日本时代属台北州宜兰厅土城的行政区管的。但你莫别记，钓鱼台是台湾的。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安尼钓鱼台上的，日本的啊，啊，日本天皇的啊，所以中华民国马英九吼做袂见效，伊迄阵咧保钓运动有无？嘿，好，那么根据琉球法的模式中，伫琉球阿袂等于日本进前，琉球人若要迄阵算日本的境外。琉球人若要等于日本的四大岛哈，本土哈，比如你要去东京做生意，还是要去东京读书，爱向美国，哈，美国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迄、那个功能类似护照啊 ，passport 的功能，爱摕美国军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才能离开琉球啊。那么。但1972年5月15日，
美国把琉球献给日本了，自然琉球遐人回归等于大日本国，自然佫恢复因的日本国籍啊！哈，啊，咱就让遵照这个琉球反还模式来创一个台湾反还模式，就是咱来要求咱来报国，日本政府去跟美国协商，爱赔偌济战争债，美国较要甲台湾骗哦，献乎日本。赶快，好。好，那么国际有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西方的国家，拢总大部分拢是属地主义。属地主义就是只要一个富人人，伫这个国家，譬如美国，伫美国的五十个州内底，任何的土地内底生落来的囡仔，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或者你伫美国无人机顶、美国船啊顶管生囡仔落来，同款拢摕着美国国籍，哈、哦、啊！属地主义有这个好处，你伫伊个土地生落来，摕着迄个国家的国籍，你断了你自然的爱迄个国家的国土，爱伊个环境，你袂去甲破坏，你袂去生产一寡有毒的物件来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源。所以你也一定想办法要保护这块土地，因为那是你生下来的所在嘛，哈。那么东方世界受到汉民族影响啊，大部分都拢属人主义，拢父系系统。这个阿公啊，是爸爸，无论伊移民去到倒位，所生下来囡仔，啊，因中国拢讲因是华人，拢是华裔。以前美国大西部咧大开发咧做公路做铁路，欠工人，就引进作者奴工。迄阵为福建甲广东引进作者清国的，因所谓华人去美国西部做工过，哈、哦，哎呀，工人做煞，因遐人无钱，等于福建。等于广东，从老李旧金山，还是加州的这哈、個、洛杉矶这樣、啊，所以遐人华人，因拢集中伫一个所在，叫做 China Town 唐人街，哇！那么所谓 China Town， 所谓唐人街，都、就是迄个都市内底最落后、治安上歹、卫生上歹的所在。而且因做主事的，然后几个华人后赚到钱，伊袂回馈去当地乡里，伫旧金山伊袂去投资伫旧金山，就赚的钱摕等于福建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所以现在美国也排华，就是他融不进去那个地方，融不入那个社会，啊，钱也袂回馈安尼。中国人若赚的钱，就是要留那阵开，无像美国，你看比尔盖茨也好，也是巴菲特，因家己所赚的钱，大部分拢要捐出来，当做慈善事业，好无？因拢靠迄个讲，无要传这个企业，无要传落去，他传贤不传子，所以拢请读个真好、做有智慧的人来做 CEO， 做执行长。伊袂去讲扶阿斗，无像中国人，较歹嘛是阮囝，要阮囝做总经理，要阮囝做将来要做董事长。所以现在后壁做着企业拢百年企业，中国品牌你找几个有百年企业吼？拢传落囝，一直传落囝，传落孙安尼。啊那遐孙，那出一个较不重用的。就整个机会就摆掉了、哦、啊，那个企业就没了、哦、好，啊，这就是从中国系统的属人主义的坏处、哦啊、如果移民去马来西亚、去印尼的华人是怎样？印尼也排华，马来西亚排华，啊，就是都融不了，说那个是因华人自己不赚的钱过做过过啊，应用请几十个这样啊、所以好人目睭红哈，啊！你外围来到这，也无学阮的语言，啊！你
贪拢贪遐侪钱，因为中国人算头高那好，干巧。中国人，你别再讲伊叫做巧，伊叫做干巧，因为因中国人三千几年来都是拢你安怎骗，安怎甲你搭底下钱，骗来底外搭底下来底下呢？因讲上聪明的叫做啥物呢？诸葛亮哦，诸葛亮。底下用三十六计有啊，这拢在骗人嘛。什么空城计、草船借箭有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拢在骗嘛。应该用骗的。啊，你甲想专利，专利发明做者好的物件，你予全世界的人咧用的，拢后边国家的人较济。中国发明什么新的物件，你予无人用，因拢即马伫后边咧用。你看，那个无线电啊，嘛是后边人发明的。过来进步个手机啊，嘛是美国发明的。啊，手机啊，智慧型手机，苹果的，吼，贾博士因个团队开发出来啊。即马大家是也在人手一支智慧手机。你个包括利用三星的系统的，比如讲这个安卓系统，这嘛是拢。后面的人是发明出来啊，无人机哦，这也是讲高速铁路，这拢是后面的人发明哈。中国人想起来都话，因为较早祖先有发明火药，放烟火的火药，到尾也是咧做杀人武器。后来因讲发明指南针呢，发明造纸术，而且足古早古早。几啊千年，甲佮发明两项物件，世界较出名的哦。啊，无啥物专利，因即摆拢咧专门全世界咧共偷摕一挂专利，拢用骇客入侵，去甲人公司的即个一挂商业机密吼偷摕出来。所以即几年啊，即正十年前啊，中国的即个敢若武器的实力一直好起，连迄个美国 F-22也。军武的机密嘛，迄个淘汰去。你看，因发明这个歼三十哇，迄只是轰 F-22呀，哈。过来，咱去当来看咱台湾人的血统。你若无了解咱家己的血内底流的是啥物血，你真系认贼做老兵。来，咱来看，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较早我。听这句话，敢若对啊，足正常啊！啊，这就是咱着中国毒无免疫，所以咱一声就中毒啊！听着讲哦，对吼、哦，咱过去登山过台湾，讲心肝结归完，现在心肝结归啊！因为大清遐要来走来台湾，这足冒险的，会死人啊！啊，不要想讲唔对啊，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个无登山嘛，就讲迄阵买套路来台湾，遐汉人，因为女孩子迄阵总是体能较歹，啊，要过这个台湾海峡这乌水沟，他个船啊细只，啊，你体魄若无好个，新船落头爱死啊，袂食吐甲脱水，啊是以前个水无卫生嘛，食有时会漏屎脱水啊，就死啊。所以一般因要走路来台湾，要来开发新天地有啊，拢查甫来，所以无查某，所以当然无登山来阿妈。那么登山讲，敢那安尼个听个，咱台湾敢那父系社会拢登山来，啊，咱本土的台湾阿公敢拢死了了，无可能嘛。所以这句唔对，有登山讲，嘛有台湾阿公。你像我不也甲查证，为汉人走来台湾吼，你甲想为，他不为当时开始有，为明朝的郑成功明治时期，哈，明郑时期啦，1924年荷兰人来占领安平，好台南地区，那么结果郑成功吼为着要反清复明。主要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所以伊伫闽南地区
招兵买马，伫漳州、泉州、厦门、金门，伫闽南地区招兵买马，然后伫金门的廖罗湾誓师，来攻打安平，甲荷兰人赶走。迄批是上大批汉人，差不多25,000人来占领安平，甲荷兰人赶走。那是安怎咱来讲台语？唔是讲台语，讲闽南语啦，哈。就是为迄个时阵开始，因为郑成功有一个军书叫做陈永华，还有台南的同学嘛，刚好台南来遮上课，台南市哈。台南市阁有为着要纪念这个陈永华，有开一条路叫做永华路哈，嘛有阁一个去一间庙叫永华宫来纪念这个陈永华。这个是郑成功的军书。那么占领安平了，稳定下来了，伊阁伫台南起一间孔庙，叫做全台所学，好吧？啊，伫迄个所在。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论语》，那么闽南语就是郑成功来台湾的官方的语言，到即摆已经383年啊。即个一直拢伫南部地区用即个用闽南语咧做官方语言。那么咱台湾迄当时的西拉雅族嘛有上进心，我讲我这外来语言够有文字的。因为咱所有的，无论高沙族还是平埔族，咱拢无文字。有文字是一直到荷兰人来台湾，来安平了，为了要跟平埔族签契约，伊用荷兰，若要签契约，一边写荷兰语，这边要跟西拉雅的人签契约，这边用罗马拼音。因希腊雅语安怎读，就用罗马拼音给拼出来。而且有这新港文书，哈，等下我来讲着，哈。啊，就是安尼，为迄阵希腊雅的人，我那开始，伫郑成功来了，我用闽南语的时，开始学到383年，东南部地区大家拢嘛讲闽南语。讲个下下叫，你个想，日本人来管台湾50年，咱的阿公阿妈，也是爸爸妈妈因迄代，哪位读日本公校？因的同学哪里开同学会，来同学咧烧者，拢嘛拉入去。50年，你若20年算一代，50年都要2代半，咱的语言就作侪拢变去。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台湾。用北京语叫做咱的国语，强制咱为变拢爱北京语。70年，20年一代，安尼3代半。当然，咱大部分人拢嘛要讲北京语，讲到人人上口。尤其即卖囡仔幼稚园，就开始拢咧听北京语的卡通影片。去幼稚园，老师教，幼儿园的老师嘛教北京语，讲北京语。小学、中学、大学，拢是北京语的天啦。所以自然，中北部以上就作家那里啊。哦，中南部还回去厝，还佫会跟爸爸妈妈讲闽南语。要注意，要注意分辨一件代志。闽南语不是台语哦，哈。真正的台语就是咱高山族，还是平埔族所咧讲的话，叫做台语哈。那我即马咧讲这叫做闽南语，唔是台语哈。会变作台语，你去较早拢会讲闽南语新闻、报新闻，还佫会用闽南语新闻。那即摆它会变台语新闻，就是因为民进党起来了，把闽南语合法要变作台语啊，这是大错误。吼、哦，拄啊，刚才讲要把中华民国讲做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国就是我国，同款。继续讲，你注意看。那么邓山公要来台湾，什么原因要来台湾？以前要离江背井，绝对就是像讲，咱即马要来较好的所在，比如讲咱要来美国留学，迄较先进的所在嘛，对不对？
还是要来美国做生意嘛？要来赚钱，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诶发展的天地。好，你若有能力，绝对前途看好。但是迄阵大清咧看台湾，咱是边陲地带。那别个咧，你这个官啦犯错，别个咧下放边疆呢，他给你派来台湾呢。你个想，现在因咧，你这些人要往边疆跑，不是往首都跑，唔是去那边到了边疆的台湾澎湖。因为迄阵大清的人文人咧笑咱台湾是讲，鸟不语花不香，对不？男无情个女无义。嫌甲无一块好，是安怎因大清的人要走来台湾？这唐山阿公是安怎要来台湾？绝对就是作奸犯科，人要逮捕的，要甲掠的通缉犯嘛。啊，无就是伫遐刚做回头，啊是安怎？下回啊无要拿钱，欠人回啊钱，人要讨要追逃，走落来无钱，互人走落来嘛。那么因这阵啊要来台湾？平常时唔捌咧坐船诶人，坐只船啊，风浪台湾海峡风浪足大啊，四只船啊咧颠簸足厉害，绝对吐，绝对会晕船，绝对崩只落去。迄阵遐要过台湾，唔是讲像即马呢，三点钟就载会到。迄阵拢靠帆船，靠高诶，水流若唔对，风向唔对，有时啊规半个月就无法度来到台湾。所以伫中足侪人都爱死去啊，吼、哦，脱水死、晕船死的，吼、哦，啊是冰船死的。所以平均十个来，六个爱死，三个留落来，一个水土不服啊啥，生活袂习惯，搁等。但是我真怀疑这三个留落来会活袂。咱来看牡丹社事件，吼、哦，啊，这个是倒落落岸卡。等下来讲，哈，我先讲牡丹社事件。1874年，日本的琉球的宫古岛的渔民，哦，伫大东的外海发生船难，那么50几个避开了，那么因为语言的关系未通，啊，发生误会，去予南台湾族的高活宿舍的这个高沙族，台西甲村12个。去哦，这个保利，还有一个保利村的平埔族的人家火葬，去凤山府城啊，转送等于琉球。那么日本政府就抗议大清，讲是安怎恁台湾的人，台湾日本人，大清调查了个回文讲，哦，无啦，嘿，方寮以南吼，房山以南。非我大清版图啦，迄种化外之地，拢还是啊，拢还啊咧大，唔是咧管的。较一头拄啊，有分高山族甲平埔族，而且大清来台湾是拢管平地这部分俩，到山边有啊，高山族的地盘，遐拢有立牌子，或者人子关，就是你平地人来到遮拢爱停咧，人到这里都要停止。所以叫做人子官，因为你若搁入去迄个高沙族出草台时，大清无甲你负责任，表示迄个内底就是拢毋是大清管的。而且大清咧管西部平原嘛是一撮一无咧管，因为迄阵无道路，然后河流都未通啊，那无船啊通去驶过河，所以迄阵咧地域性足强啊，语言拢。洛江人咧讲的有洛江腔，吼、哦、啊南平台南遮讲的台南腔无同。洛江伊讲，那我讲我江迄类无，吼、哦、啊宜兰迄边佫无同。宜兰咧讲卤卵，伊讲卤卵，好无？食饭配卤卵，好无？迄腔调很不一样。园林遐嘛，湾牛嘛，湾牛腔哈，湾牛的腔腔调不一样，迄就是因为一撮一撮，漳州、泉州无同。啊，洛江佫有一句话讲：洛江死一半，
因为姓施的一半，不是真的人死一半，姓施的哈。啊，下头萧规征，姓萧的上侪人啦，规征拢姓萧的啦，所以下头萧规征啊，啊落岗死一半哈。所以，这个事件，日本政府准个发问讲：好，既然那是你的法外之地，不是你的管的，安那我要出兵买个讨伐。大将佫个回问讲：罚与不罚，由贵国制裁之。你要个处罚、讨伐，你家己决定了啊！哈、哦，日本那阵都啊明治维新啊，不去欧洲。买一挂新的武器，啊，学一挂新的作战的方式，啊，咧找无所在通去实兵演练，我都有这件事件。所以西乡从那阵领3000的日本军正规军，就去这个车城啊，永春的车城外海有一个下寮，为啊登陆起来，然后伫来到牡丹这个有一个石门古战场，遐有一个隘口。底下看咱的高沙原住民族，南台湾社发生战争，是吧？但是都见日本军一定赢，因为日本军的，因为正规军有步枪，吼有山炮。那么咱的高沙原住民族都较简单的，伊敢那有单发的步那个猎枪，啊个有弓箭，啊个长矛呢。但是几回合落来，哇，暗时啊吼。咱高沙族足厉害，因为因拢腾家个来无影去无踪，暗时要用游击战，把一帮台家呢莫名其妙都逃到落落家吼。恁有去看片影片叫做《蔡德克巴莱》无？无去看的，亚洲我看嘛几个去看，我要算少了哈。咱高沙族真正。真的是勇士哈，几经伊暗时啊游击战做起来，啊都真可惜，日时啊拢战输，因为日本军较训练有素。但是尾啊，日本军发现讲伊得爱透早出门去战，要阿妈关伊爱撤军出来，啊去到庄头甲迄村庄甲房屋烧掉，因为较早拢茅草屋，拢叠个厝啊是木头的厝，所以。房的拢规整烧了了哈，但是暗时啊，你若无紧走出来哈，不原住民族突迄、那个搁做游击战吼，你就搁做侪人会死。但是真正战死的日本军还有50-60人呢，但是尾啊死的吼，50-60个，啥物原因才死？日本人唔捌来到热带恒春这个地区。热带所在，风力之气第一重，第二蠓虫多。你敢那要蠓啊叮，就登革热，甲他登革热无药啊医啊。过来，天高咧，登革热天高咧，嗯。过来就是假食，咱动物啊死去，绝对生火神，爱火神做到传染病菌的，日本人住出来。料理便当，火神飞去斩的吼，内底拢全困，啊，因捌食着即款困，食着大家就闹屎，脱水就死啊。迄个毒蛇，迄阵恒春遐个，恒春半岛上一骨壳花，吼，迄足毒的蛇，啊，甲迄雨伞蛇，吼，都毒蛇有够侪，迄个毒蛇是破皮死，含迄个烧尽死，才加10倍啊，吼。啊，你来想。日本是有军以来哦，就遮严重。啊，你甲想，因遮个登山来遮汉人，所谓汉人，因来无抗体啊，嘛是同款登个热顶嘛爱死啊，毒蛇加嘛爱死啊。啊，蠓虫遐无迄个火神斩的物件食落，闹屎脱水嘛爱死啊。所以，你讲这三个老来敢袂活？我看上加老活一个。而且你搁个想倒转来，这个叫做登山公啦、罗汉卡，因遮走路来台湾呢，
绝对无啥物横产。来台湾有工做工，无工做啥？做乞食。那么因无带啥物家产来，无厝好大，暗时要困底，困庙时，吼，困庙，庙的壁拢有画十八罗汉，困伫个十八罗汉的壁卡，所以唔怕讲叫做罗汉卡。罗汉卡是安尼来，乞食意思，乞食白称啦，吼、哦，所以你莫甲当作讲甲当作是讲外高级，吼、哦。但是迄阵，咱台湾是母系社会，哈、哦，母系社会，你讲，咱台湾的台湾阿妈，台湾的女孩子，敢会去嫁这个当山公，真困难的。因为母系社会就是妈妈做家长，家庭的花号司令，财政大权拢伊摕掉咧。啊，你会去有一句话叫做“牵手”无？过去我无了解是，我拢认为讲是查甫去牵查甫手，结果唔是。他在母系社会牵手是女孩子主动权，看这个查甫第一缘投，第二体格好，哦，这个赞，去牵伊的手。啊，你捌听过招翁无？招翁招伊转来做鸳鸯，所以女孩子迄阵是主动，而且女孩子，你甲想迄阵的台湾的女孩子是高高在上。伊是虎长、家长，掌握家里的发号施令权，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所以伊会当主动去牵伊家己的男孩子，就牵伊的手，就伊转来做翁，是安尼。啊，你甲想，敢会去牵一个头拄仔迄个罗汉卡？敢会去牵一个转来做翁？困难。一个高高在上的台湾的女孩子。有主动权，佮有财政大权，伊要去牵伊这個、牵伊的手来做爷翁哦，招伊来做翁，哇困难。除非讲伊这个真正足缘投，生得像刘德华，啊就像金城武安尼。啊，台湾女孩子老娘有钱，我都欠一个缘投啊上，哦，那安尼讲啊，都我有钱，先招牵伊手，招伊转来做翁，甲身躯洗洗，甲换新衫五千。就人模人样，那安尼就不会讲，但迄是足少的特例啦，吼。所以台湾人，诶，女孩子讲迄嫁，迄种毋是嫁啦，招登山的阿公来做翁哦，困难，所以足少。应该是还是大部分是台湾阿公娶台湾阿嬷，毋是登山公甲登山嬷，无，吼、哦。这个要知影。好，那么明清时期甲大清吼，本土台湾人会崇外，就是会去学外来的文化，包括语言。哦，这就是我头头讲，咱会用闽南语，就是这个原因啦，哈。好，我简单讲，过来清朝甲咱台湾人闽化，包括语言，哈。那么你想啊，有诶，咱头祖庙在拢讲客话，无唔对。迄当时，大清派官员来桃竹苗地区，遮拢叫广东遐个的人来遮做官，啊，所以遐个人来就用广东话做迄当地桃竹苗的官方语言哈。啊，咱台湾人来去学因的语言，学闽南语呐，也要讲，比如西拉雅族呐，也要去讲了，要讲闽南语，那么大清的官会当甲伊先属于做官。可以做翻译官，哈、哦。那按人看，西拉雅族有纠纷，还是要签契约，就由这个翻译官来做翻译的工作，哈、哦。所以买辆书官，包括书生，像我生，我姓潘，我就是书生，啊、哦，我是祖先。那么就是迄阵，大清的官员来台湾视察，啊，咧问地方官，问讲阮的祖先。因姓啥？我的祖先拢较爱住伫溪边、河边。爱问侍从官，伊讲无啦，因遮拢无姓啦。所以，迄个大清的官员就诉阮这个部落，啊，阮的祖先讲啊，无啊，属于姓潘。啊，这算做有学问，因为阮拢住伫溪边、河边，你要注意，
住伫水边的番，吼、哦，山顶水攀有无？住伫水边的番，吼、哦，我的生是安尼来。啊，这三点水有水，你看下骹有蚕有无？啊，你若甲播种、播稻米，顶下来发米嘛，吼、哦，有水有蚕啊，播种子类的发米出来，顶下佫一片，吼、哦。漂漂的台湾人安尼，好，我的姓是安尼来，吼，臭屁者，好，我的姓潘是安尼来，吼，而你会记我就是我马卡道族，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去做的哈，啊，住伫水边的番呐，哈，啊，讲到马英九，讲一个马英九的，即马消遣马英九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了哈，马英九，你就做爱 long stay 哈。有一次去这个养猪户的农家去 long stay， 啊，提供吼，这养猪的伊唔是自己嘛，饲鸡啊鸭啊，甲饲一寡狗啊啦吼。啊，当然养猪户在时也起来吼，啊，慢叫也起来，啊，就要求主人讲啊，主人你引出我参观你的农场，你镜头前甲阮引出。啊、那个养猪户的主人无啥会晓讲话啊，足我那像柯文哲啊，足直白，我足直的。阿妈伊讲啊，报告总统，你头前啦，我较惯是今日精神后壁啦。伊拢咧赶猪啊，赶鸡啊鸭吼，阿妈因叫拄啊马、羊啊、狗啊，拄啊那动物咧。伊讲我较惯是今日精神后壁呢。好啊，怎嘛？到中岛吼，参观煞到中岛，啊，主人嘛，因太太呐，准备一道竹节草的吼，啊，当然太家己无煮葫芦翁，无用抗生素饲的鸡仔嘛吼，啊，炖一只鸡，炖到烂了，慢叫硬个，硬着鸡脚吼，啊，你咱中国人吼，做个用足漂亮的词汇安尼来用形容词。硬了鸡脚，就鸡脚讲哦，这个凤爪好，就讲凤爪，硬一个撇啦。啊，佮硬一只鸡脚，就要好意讲要予主人食啦。主人你要懂咯，怎个懂咯？哦，报告总统，我无咧食鸡脚啦，我拢留予狗食啦，拢留予马英九食啦。嗯，好，小金咱到这为止吼。好，过来咱来看。那么日本时代嘛，把咱台湾人皇民化，好、哦，你看日本人叫咱爱讲日语，爱阵恁啊，恁即口罩呐，厝诶人呐拢会晓讲日语，就甲你挂一牌讲国语家庭哦。日语迄阵叫做国语，蒋介石来用北京语讲嘛是叫做国语，嘛叫咱来学北京语，好、哦。好，好，战败国诶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我改用原住民，吼、哦，咱唔是干那原来住伫遮尔，咱阁是即块土地的主人，吼、哦。好，咱来检讨讲，战败国荷兰，吼、哦，荷兰人迄个郑成功，吼、哦，甲赶走。所以荷兰无留偌济血统伫台湾，因为迄2000几个，伫热遮兰城迄个郑成功。两万的兵马甲包围规半年，食甲迄个无粮食吼，内底无水无断水断粮啊吼，只好投降。唔是真正讲烧尽战败，是真正有围甲内底无物件食。郑成功伫外口屯田，吼、哦，就是伫外口布敌啊，种番薯安尼，啊伫外口有土地有通种物件食。啊！伫热遮兰城内底无啥物土地，迄两几个连咪嘛食甲无物件好食吼、哦。好，那么郑氏王朝因为施琅叛变，所以叫大清甲消灭。那么郑氏王朝的遐官兵，台死的台死，台无死的掠落去，拢阁甲遣送倒去大清，所以嘛无留偌济郑氏的汉人的血统留伫台湾。大清帝国同款，只要有战争了，战败签合约了，因的兵军功劳拢爱
撤退等于大清，吼、哦，所以嘛无留偌济。迄阵日本人来了，开始在做调查，留伫台湾的外国人，迄阵有差不多9000几个，吼、哦，但是其中10%差不多97%，拢算是大清的人，留伫遮咧用安尼做工课，吼、哦，还是留伫遮咧做生意的。无，遐九十几个，你甲当作讲拢总大清的人好啊，拢总汉人，甲当作一万人好啊。但是迄阵咱本土台湾人、日本人来调查，咱迄阵有差不多300万人，300万比1，安尼差不多偌济？1/1000。迄阵大清留伫台湾有差不多1/1000俩，上加台湾人的血统内底有1/1000只。大清的血统，安尼啦，好，好，过来。大清迄个大日本帝国，甲等于甲打败了，因拢等于嘛吼，差不多来捞1/1000捞伫台湾咧做生意、做工诶，吼。那么大日本帝国1949年8月15日投降了，到10月25日，中国军来。开始甲日本迄阵派来伫台湾，差不多甲要40万的军公教人员，拢遣送等于日本本土。那么迄阵台湾已经偌济人，差不多600万人。好、哦，所以日本人战后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所以你安那只战败，啊、哦、大日本帝国迄个美国打败，大日本帝国的这些人拢有中华民国。这个代理的占领军遣送等于日本，嘛无留偌济日本的基因了，所以咱本土台湾人的血统还阁有85%，还阁介纯哈。好，啊，那么嘛真奇怪呢。啊，中国血统差不多1/1000俩，啊，咱家己原住民的85%的原住民的血统，咱唔承认85%。竟然你承认迄个1/1000讲伊用来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你看这有含无？这嘛算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成功吼，咱用洗脑去吼，好，好，这是要了解吼，好。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即马来用做甲安尼一滴地乌，我了吼，这拢做乌，啥物原因？这就是咱的身份的。密码伫内底，啊！中国人来了，中国军来了，发现讲哦，这袂使，台湾人会后一代知影。老一辈若死，啊，老一辈若无讲，咱真正着用各样骗你。日本人甲午战争了，开始接管台湾。伊日本人要来管台湾，真正足用心，一步一卡印。伊要来管台湾，伊要了解。台湾的风俗、语言、地理、文化、生活习惯是怎样，所以伊就先调查讲台湾有偌济人，啊是拢啥物款的族群的人，爱调查清楚。大清无做户口填本哦，日本人来了后，即款户口填本出现咯，这是先进国家要管人民的事，好、哦、一定爱先做这個。那么这乌的就是怎样？日本人先来调查讲，譬如讲桃竹苗地区这些道卡斯族，伊即马来调查讲，啊你拢讲客家话，但啊但是你族群你是道卡斯族，那你应该袂晓讲道卡斯族的会议啊，啊你拢讲客家话，啊加一个广，讲广东的客家话，伊个咧写广，啊你莫误会，就是讲恁的祖先是广东来，唔是。就是你忘记你的主语了，你敢那剩下要讲客家语，伊个咧写广，但是因为你是平埔族，所以嘛个咧写一个说番。好、哦，那么呢，新竹富兴乡遐个泰雅族受到汉化的冲击较少，因为拢伫较前端来，所以因的主语因拢要讲。所以大清就甲写因，伊不要讲客话，哦，伊就甲写伊是
熟诶，或者青番、生番，所以平地叫做熟番，高山叫做青番。哦，咱拢叫番，佮有分青甲色个，哦安尼。好，那么你若台南地区，你着西拉雅族个，啊，你已经三百几年来拢咧讲闽南话，已经袂晓讲你个西拉雅族个族语啊。那么日本人我那个你写熟番，啊，你讲闽南语，个你写福建的福，你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嘛，哈，福建简称闽啊，福建的南部啊，你拢讲福建南部的话，所以我那个你讲你有做福建的来的人，其实唔是，你唔是福建来，只是你已经袂晓讲你的主语，所以个你写一个福啊，因为你是番，是平地，伊个你写苏番，哈，安尼，即个你做乌的拢来做去，伊无好你看了你是广还是福，无好你看你苏番还是生番。因为你若说完生完，就代表讲，咱跟因中国来遐，咱跟伊无共作。伊要甲咱骗讲，你们回归祖国的怀抱，就歹骗了。好 ，OK， 这就是咱一挂密码，让咱的身份的密码去用砍掉的哈。好，这去年二月二五，哈，《自由时报》报的，被要求撤销驻记首。南市府次内政府管太多，啊，这报道报的哈。台湾的中华民国解释讲，并非法定原住民族，这是应该你讲的哈。中华民国你不要西拉雅族变作法定的原住民族，不要你认为讲你是本土台湾人的意思啦，啊。那么。西拉雅族是台湾早期最重要的原住民族，过去还用罗马拼音书写西拉雅语来与汉人订契约，称作新港文书。哈，以台南市政府因市议会有家己有通过，因西拉雅的民族是原住民族。过来看这哈，熟番一直平埔族哈。那么在台南市之后，高雄市屏东县也响应此一做法，就是讲，我们认为讲，只要是平埔族拢中是熟番，拢是原住民族。好，咱来看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利用对立交来抵御咱台湾人，台湾人的服服帖帖，哈，好，这真重要，你来记好哈。台湾人的失败在家，来屠杀精英，以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屠杀咱台湾人的精英，甲要三万人，这三万人是咱。日本政府开五十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蒋经国是情报头子，在战后，麦克阿瑟命令发布，哈，伊就派情报人员入来台湾，在各乡镇区搜查地方的头人的名册。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发生，开始倾向的是开始掠人、抬人，把这精英依照名册，拢掠来抬掉。你知影，因是三流的中国人，要来管一流的日本台湾人，绝对管袂落，因为有这头人会当领导抗暴，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人才、这领导人物、这精英。先抬掉，安尼伊要来管台湾，较会好管。好、哦，过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因来台湾了，发现讲台湾是宝岛，粮草丰足，什么东西都有。仓库内底秘足的糖油米盐拢有。结果因
发现讲来遮接管日本老了遮祖产，叫做日产哈。所归由党国所有，因为因迄阵中华民国定义就是国民党嘞，党国一体。既然接收日产的东西为中华民国的东西，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东西，所以在牛市、糖油米盐，拢总搬运去上海，倒卖黑市，因为那种国内内战。那么粮食欠缺，糖油米盐物价飞涨，所以提下卖哦，计较做好，甲台湾的牛市一直运。而且伊那啊，那咱台湾人家己出来物件，伊用纸甲咱换，甲咱卫生纸，啊，甲咱讲咱咧收金的纸款，伊来了一直印古台票，一直印。哦，你这遥控器一百块，我印钱给你，甲你换。保温杯，哦，一百块嘛印，拢用纸甲你换，一直印。古台票一直印，所以迄阵物价一直飞涨。一至三次，比较尾啊，咱台湾人的物件用纸换了了，咱台湾人家己厝内转钱转纸，旧台币一堆，换咱家己咱买一刀币，换咱爱派一部地钱出去买。啊，到1949年的时候，哦，恁台湾的物件我买了呀吼，啊，恁内底钱足多，好，来开始变更币值。来换印新台币一块，要摕较早旧的台币40000来换。哎，咱即摆若石油起一个3块，咱就尴尬叫啊！一斤两啦，起一成，咱嘛哀叫。哎，那时候是48000啊！你即摆甲讲物件起一倍，我大家会起来抗爆未？我建材家拢因拢变过，拢甲放回收去啊！迄阵是48000，你看有食力无？整个经济民生拢歹，规个金融40000一块，规个金融歹个。来你看，哦，1949年迄个时阵呐哈，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你看，你要摕40000可以换一块啊。所以迄阵有人伫阿袂币值换前几工啊，7-8家的土地卖了，讲要起大厝。我换了现金收到了，即马40000一块，即马换了遐钱要有啥存，会当起一间了呢？所以这个人尾啊，只好自杀以谢家人哈，因为无民主去看，搁等于看厝的人。那么你甲看这个，你嘛会当为遮看到讲，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为遮我来看会出来，因为呐。如果台湾是你的啊，那已经过户给你啊，那么你要发行新币制，你当然无用你的中华币，你开还搁咧用台币，只是加一个新。你那是台湾是你的领土的时，变过已经过户给你，你要在发行币制，你要发行中华币啊，因为美国有美，英国有镑，法国有法郎，日本有日元。你中华民国，你拿你要发行在台湾改变新币制，你要发行你的中币啊，中华币啊，那也无，为啥？啦，哈，台湾无过户中华民国，所以无法度大家叫你40000来换1块钱的中币，没有，还是新台币哈。好，过来，大地主给你变作小地主。一两耕什么耕者有其田啊、哦？375减租哦，讲这是全世界上好的土地改革。啊，你甲想，因中国人敢为中国炸土地来台湾？无呢？啊，这拢咱台湾人本土的土地，所以伊要安怎切边啊刮，伊袂听。今仔日来切刮伊的土地，无理他你。国民党，你若讲认为土地改革较好，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较，你若毋要伫恁中华民国、中国大陆遐来实施土地改革，就是迄边个土地是恁来恁来刮，
遐地主会听，啊，恁家己嘛挂着家己的土地，所以伊唔敢多遐实施啊。来到台湾，反正这土地拢唔是我的，哼，变哪切，再一切，好、哦，啊，你家想，这三种人，一个有头壳的精英，一个有钱的精英，一个条啊卡，这地方的条啊卡，大条啊卡，拢变做小条啊卡，这三个拢无啊。这精英嘛爱有钱来斗三工，佫爱有条啊卡去招人。这地方的头人，地方化水的跟人的人，拢变小地主呀，嘛无力呀。所以这三项拢无的是要抗暴落个困难啊。而且过来，抬不死的、掠不起的，这利用白色恐怖来给你恐吓。你所讲的若无合国民党听，连咪就掠来去关，去掠到关，好无？去关魂，政治迫害，好无？所以到尾啊，台湾人有一句话讲，老大人拢甲事实讲，囡仔人有耳无嘴，饭加食寡，话减讲寡。政治摩擦，好无？叫咱拢莫插政治。中华民国国民党走落来遐，拢换因咧插。所以，迄阵的台湾人，许多人讲叫囡仔，你莫去甲我读啥物法律系、政治系，你拢只能去甲我读医科的，做医生，好无？对啦，用教育啊，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敌性反转的我头头，咱本来是大日本国咧跟中华民国咧修建的吼，但是咱战败了，伊甲咱讲回归祖国的怀抱，咱向说敌性反转，咱本来咧修建的，拿刀啊烧台，拿枪咧烧崩的，讲咱是共国的，戆台湾人一半伊将拢跳过。叛变日本国，去做中华民国的国民，自认为是中国人，这就是敌性反转，这个你的新闻就错乱去啊！到底你要效忠谁？本来咱是效忠日本天皇，啊！你怎么敌性反转？你跳去认为你是中国人，啊！你就变效忠中华民国去啊！啊！这个新闻就错乱去啊！啊，这嘛是国民党教育成功，以用愚民教育安尼教哈。过、来假民主选举，咱即马这选举敢有公平？你要选举唔得起跑点一样？结果国民党吼、第一有当选，伊会当政策买票，伊掌控媒体，掌控整个发言权啊、所有的媒体，无论你是电子媒体。电视台还是报纸，遐主管、遐总编辑，差不多拢是中国人。咱台湾人干哪会这样？光卡面啦，查甫拿麦克风去采访，采访当然影片还是文字稿，爱上哦，经理、主管、总编辑都会看。哦，我这报的对我国民党歹，啊，这莫报，修改。哦，我这报的对台湾人、对民进党歹，报较大片呢，叫三顿报。用安尼来控制整个舆论的导向，你甲咱洗脑，吼、哦！伫安尼情况下买票，国民党东迄、那个东山的买票，而且黑白挂钩，你乌道也好，你八大行的头家也好，你只要有配合我国民党的政策，吼、哦！选举的时票你替我买，替我开票开的出来。啊！你八大行业咧违法乱纪，我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互你开，互你趁钱。乌道来，乌道会听国民党就安来。有事情，国民党遐党工会替你出事和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么选举时要开票，要投票，前几工啊，一礼拜开始买票，黑白挂钩，乌道也出面。白道是林长、李长、民众服务社这人钱砸的，啊砸拢有做记号啊，知影这是会当买票的，啊这
绿的铁杆分子，他这免被跳过，按照名册开始买，来到领导，钱交你，林长、李长交你了，你若修改了，边仔一个乌道的，穿乌西装的，还是黑大衣的，内底唱一千啥，新名，那不是关公，就是妈祖，啊，你若钱切啊，我就兴个。关公有看到，妈祖有看到，你票要投出来，连性命要绑架阿基的买票，台湾人惊鬼神，你用性命甲喊，哦呀，我哪有讲提钱呢？啊，这性命有看到呢，啊，这票要投我人哦，好，安尼票都要买呀，出卖自己，全世界无志气的台湾人都安方买票，后壁你若讲讲啊？投票是人民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表态，一个公平的选举制度，它会让恁台湾人创到边安尼去？这是国民党的杰作，这是伫民主、伫美国人啊，是欧美的遐先进国家咧看这款代志，是足不可思议啊！你们五百块、一千块就把自己的人格卖掉了，家己个。价格看得这么低，你的人家敢那用500块、1000块给你买掉的，哦，这对人来讲，都不可思议的，哈、哦。所以讲，咱就当然输了，哈、哦。好，咱来看为外国来的一挂品鉴的作物，好、哦、来来看，有番石榴、番茄，那为外国来，拢会红加一个番。啊，这番仔姜，台湾姜种伫土家底，姜母鸭迄姜有无？啊，这发伫半空中，叫做番仔姜，这外国人咧食诶，叫番仔姜。啊，这番薯、番薯哈，啊，这番麦、玉竹子番麦，这拢外国来，外国品种入来。啊，这番仔花，嘛是外国引来。啊，荷兰人，咱迄阵拢个叫做啥？红毛番有无？红毛番，啊，高山族的讲叫青番，啊，高山族有时啊唔知影，哦，啊，你红毛番，啊，我青番，咱拢番，啊，安尼咱较早兄弟个番，有即款误会啦吼。个咱咧讲，荷兰人咧用的迄个土叫做红毛土有无？水泥，就是荷兰人迄阵印入来咧用的，咧砌厝的混凝土爱用。水泥在叫，荷兰人头毛红红，所以他们叫阿毛番，啊阿毛番在用的土叫做阿毛土，啊，安尼，安怎样吼？好，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也唔先讲到这，明仔八点还佫继续，吼，好，多谢各位，谢谢。那各位同心，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潘良华议长。好，那个今天有拍识别证哈，今天有拍识别证的已经做好了，可以在后面这边桌子上领。啊，如果还没拍的，明天下午。